主板儿我来唱，今天咱俩搞对象，要问为啥搞对象？为啥呀？因为咱俩长得一模一样。那咱俩领证吧。你们俩干嘛呢？你谁呀？你闭嘴！干嘛呢？这不你买的半趴吗？我想揍你！过招啊！干嘛不还手啊？他没受伤吗？受了呀，人家快板坏了呀，打你打的。我跟你什么关系啊？爱情关系啊！跟他分手，咱俩还是哥们儿。那你为什么要喜欢一个我喜欢的人呢？你的前女友。那我现在我就喜欢上默默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